好，Jessica 频道来了，我今天要来介绍一个运动的辅助食品，让你的身形更漂亮，而且它是一个很大的牌子，是来自日本的。这个辅助食品是什么呢？就是传锦。我今天入手了两包，一个是饮，一个是鲜定，那搭配运动都可以让你的身形更完美哦，而且一定要运动，作息正常。然后他们都是饭前吃的，那我吃给你们看。我先来介绍这个极鲜定，它一天就吃一包，一天就吃一包就可以了，而且是饭前吃。然后它里面总共有十包，然后里面就是四颗这样子的，然后你都有那个认证。那我现在是中午要吃饭时间了，所以我要准备吃一包咯。这样子一包一包，30分钟前吃。然后吃完它，我会一顺便配这个极鲜饮，然后因为一起吃对我来讲比较方便，我就不用想说我今天中午吃了什么，晚上要吃什么，那我就是一起吃它，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就会顺便运动。极鲜饮是长这样的，它的包装是这样的哦，然后这里面是这样子一包一包的饮料，然后记得喝的时候它有说要摇一摇哦，摇一摇才能喝。这是水哦，喝给你们看，摇一摇，摇匀，然后拆开，直接喝就好了。你是饭前3个小时喝，这个是饭前30分钟喝，跟极鲜定一样，30分钟前吃一包，喝一个。那我这个习惯是搭在一起喝，不分早午晚。那总之就是饭前早一天，两个一起吃，这样子不是很轻松方便吗？它喝起来真有莓果的味道，很好喝哦。那你们如果喜欢的话，传锦是一个大牌子，而且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辅助的产品，然后搭配正常的饮食，作息正常，还有运动，保证你会瞬间的让体型更完美更漂亮，达到你的标准身材。那我今天推荐给你们的就是这个极鲜定跟极鲜饮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要在 YouTube 关注我，还有点阅订阅我。那我今天的频道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记得一定要健康的让自己的体态变得更完美，还有要记得睡眠正常，饮食正常，不要暴饮暴食哦。